你好，下午的3:09啊。那个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的新会员们，特别注意，很多新会员，你不要得到了啊精神病的幻想症，说你排算的多人说不好，鬼扯懒蛋的，不要算迷恋什么板路一定中，牌没有天天中奖的，唯有。要中奖的方法就是跟着有经验、懂方法、懂技巧的人，你跟他签牌，你一定稳赚的。一个礼拜最少中全车2次到3次，中一车就是赚20000，他妈3车就赚60000，有什么不好赚的？你这脑袋不要傻傻呆呆的。啊，一个人要有思想，要有灵魂，啊，一个人脑袋要清清楚楚。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。社长从事六合彩33年如一日，是前任太平洋日报、环球日报、民众日报的六合彩广告部主任，13年前转战到539，做到现在正好快14年了。唯有方法，跟着社长，参加社长的会员，给社长吃个小红。社长是可怜的残障人士，对不对？专门靠这个为生的，赚个零用钱。参加会员优待你，吃红也不过1000块，对不对？你一下赚20000，赚60000，我赚个3000，你赚60000，对不对？各位啊，有参加打电话到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燕社长家。